然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巨大了，但特瓦林这样的体型是怎么回家的呢？他不用从走人的地方走啊，他用飞的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堵住了呢。堵住了呢。那边的屋顶是不是碎了个大洞？那边的风场好像可以利用一下。好，绕路吧，我们上去。好，绕路吧，我们上去。在这座废墟里，会不会也潜藏着深渊法师呢？如果遇到的话，不如就请有过优胜战绩的迪卢克老爷。不要小看曾被我击败的对手。好，这句话不是自夸，我是指那个非人的教团里还有许多更难想象的东西。没错，所以我这次就跟过来，和你们一起行动了。这也是为了关心你们的安全哦。哎，我就是人太勤奋，勤奋到根本不适合当诗人。明明是个连寻找三颗龙泪都没参与，全程躲在酒馆里喝酒的人，丝毫无法理解到底勤奋在哪里。之外。